会剪接吗？会啊。冷冷，因为现在全胜了、啊，然后状况很好的。冷冷吧，任性啊。冷冷，因为他们全胜，因为他们很准啊，攻守倒传不错。中部高中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很有能力可以宰掉任何一支球队。不是南山的。MVP 丁冠浩，就表现很稳定，内线外线都可以。丁冠浩，心脏很大颗，然后能人的球就来。丁冠浩，因为他绝杀松山。费城啊，因为他是射手。外围供能比较多。MVP 林彦廷，前两年都打得很好啊，然后应该是他，应该会是他。如果他们冠军的话，小处女，他长得又高，会抢篮板，而且三分具有三分能力跟低位单打，就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球员。韩轩宇吧，我跟他还蛮不错的，林立啊，他有外线，而且速度切入都还不错。对方是你，对方是你。韩杰龙，因为他是我队友，他很强。南山高中15号，韩杰成，因为他我弟弟这样。比赛好好加油，然后做好防守，这样防住球队赢球。我希望谁啊？这个，我想想。3、2、1阿娇，因为他。条件很好，然后又很高，然后又打锋线，来这边应该对我们有没有帮助？大家都可以啊，大家可以，能来就好。